互联互通是一条规则之路，那物流就会更畅通，交通就会更便捷。贸务目标的同时，大力推进亚太，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，积极面对新形势。我们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发挥迎来亚太地区更大融合，要打向路线图，尽早将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